人海茫茫，相遇是缘。在你的生命里遇到心直口快的人，要好好珍惜。这样的人性格直爽，大大咧咧，心无城府，不会跟你玩心计，不会与你争长短。心直口快之人大都是心胸宽广善良之人，遇到了是缘，也是你的福。这样的人懂得情深意重，是你生命中的贵人。心直口快之人大多为人正直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不会计较得失，待人友善，说话做事不会拐弯抹角，性情随和不做作，不会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。心直口快之人他们是你生命中的贵人，会给你带来好运，会为你送来吉祥。你遇到这样的人，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们。心直口快之人是爱憎分明、敢做敢当的人，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感动，内心很敏感也很真诚，说话做事风风火火，不会偷奸耍滑，不会溜须拍马，容易得罪人，看似什么都不计较，其实是以一颗宽容的心包容着你。你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必是有福之人。心直口快之人是重情重义有担当的人，只要是真心认定的朋友都会真心对待，以诚相交，只要是决定要做的事就会坚持到底，持之以恒。心直口快之人也是表面很坚强但是内心很柔软容易受伤的人，你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生命中的福星，要好好善待珍惜他们。心直口快之人是善良真诚的人，永远会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，是有恩必报有怨会忘的人。这样的人不善掩饰自己的情感，嫉恶如仇，表面上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实际上心肠柔软，耐心善良。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幸运，要好好珍惜他们。心直口快之人是你生命中的贵人，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们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